高雄市六桂老街设立日本史迹共同馆，韩国国民政府推动林业政策加下是有意好的攻击。不过，近两年台政府禁止多数的国后，也老街路就变到动荡了。高雄市政府就同内政部营建署争取六桂执行在筹计划，同老街区两栋的农户的池田屋、韩国丰坤年松后，安来增多转去，希望做得经过老街在筹对展现出地方的风范。新政府建筑展现了新的生命力。1919年，日本人池田平太郎为了招待日本警察，起的池田屋立厦。日本战败后，池田屋由景阳高酒家。1961年，高雄客运买下来设站。这林业事业啦吼，财政站啦，这事业吧，弄这甚至做这火力发电厂，甚至做这个自来水输出，还有这个隧道，弄种派这个日本的国际官员来遮，就为着要开方便，还有有这个讲有一个舒适环境，才做这日本出地方。讲好了呢，会使讲到客运公司，才来做车站。也另外一通站号为冯坤岩，是旗山人冯建涛，在1921年，景阳的原住民山体农品交易所，六桂旗公所讲，在六桂自行采草计划体旗公上完成以后，旗公所已经在年代以前。也两通路屋为公开招商，希望由见到彩铁的后生的留下他家乡。用彩铁人来表啊，一定有彩铁更加好的想法嘛呢？好，包括洪坤元商号，好，原来有几多个想法，除了小农包装以外啦，哈，也有相关的加工品的一个研发，好，包括六桂山茶的茶席。高雄市政府讲。是二零一七年起始，争取杨建树前瞻计划差不多1亿元的经费，杨草六桂路街，未来也会向中央合费，争取路街发展经费，展现百合万亿六桂公路的历史价值。下个新闻整份，资工报道。